你们播什么呢？我跟凡妮莎在练习读 BMC 网站的中文。请你们播可以吗？好的。BMC 改设班随两个月，会听说读和写喊着。哇，需要两个月就会这个方面了，很棒。凡妮莎，你现在读什么班？我和 Cathy 在 BMC 从零起写中文。现在你们都会学，你们都会写读和说汉字，你们很棒。继续读，还有别的班吗？还有主题班，学普通话和上月，写文章和演讲。哇，比较深，但是很自由和很有意思。还有什么班吗？还有 SSK 一到六级的辅导班，现在中国共识和大学都要求 HSK 第五级的证明书。哇，你们现在在联系学中文，通过 HSK 考试和得到证明书。对，有去台湾和中国念书的。BMC 也有一百班。哇，很完整呀！谢谢你们的分享，感谢和欢迎。不客气，来人多，再见。